说不说嘛？还有，欢迎光临我的世界。 37.5，还可以。不过这烧还没有完全退，你还是得……对不起，我以前跟你说过，我想要知道你的脆弱和秘密，要好好的承受它们。 但是我自己却没有做好。石柱对我来说确实很重要，因为它和单灯亭一样，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方向标。他们都曾照亮我，让我找到了方向，所以我永远都会很感激他们。 但我也知道，人的这一生要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，我也会遇到不同的灯塔。其实，不管你是不是那个狮子，都已经不重要了，因为只要是你就好。我只希望。 和你这样一步一步的一起走下去，我只希望，在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也能保护你。没关系，以及。 狮子也好，其他也好，你已经保护我很久了，让我觉得不再那么害怕了。好了，你还病着呢，早点休息。嗯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憋很久了。什么？后备箱的游乐园怎么样了？ 要被灭口了。